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上功夫，国内新增加十四例本土个案，其中十一例跟中拉联盟员工有关。确诊个案当中新增加一例死亡，是越南边境个个案。另外新增加五十一例境外落来个，其中二十四例是新嘅感染，从上红病下边样基材检确诊，医疗应变组长组织好过，连等两日已经嘅人数不是最多个，有4,280，剩3,980按已经连经压力过大。特别是联合医院重新验体，有两个护理师确诊，指挥中心是上功夫基因分析的结果，同先前一波的病人同样，确定是采用奥密克戎。联合护理师都已经无发烧位，无出现特别的状况。新北市的三 Q 市场下组公布确诊者是体国的蔬菜，按1771确诊的护理师，初七到十一都有初七院办两线，至多个总号复兴同会三张。今年到医院采检 ，PCR 是阳性 ，CT 值是6。本土疫情在国际开来，也还多好去人民释放的时节。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，也还相关场所的警戒都无加强，不过要提醒民众，释放的时节要遵守，莫去打中招、敬酒、敬茶。